原来姐姐对弟弟的血脉压制竟然这么强，爸妈抄家伙可能只是吓唬你，但姐姐是真往死里打。当姐姐辅导弟弟写作业时，但凡弟弟有一秒钟走神，马上迎来的就是姐姐干净利落的一个大逼斗。我勒个灵真起手，弟弟情绪稳定的可怕。果然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技巧都是徒劳。当弟弟不想去学校上课，父母怎么哄都不管用，姐姐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一般来说，家里唯一一个能震慑弟弟的不是爸妈，而是姐姐。他们对弟弟的血脉压制堪称一物降一物，而且你会发现，但凡有姐姐的家庭都异常和谐，即便弟弟被揍了还得陪着笑，生怕姐姐不高兴把他再揍一遍。当弟弟试图挑战姐姐的家庭地位，在他面前秀肌肉，基本不出三秒就会被制服。而且就算是长大了，弟弟也得活在姐姐的阴影下。一名小哥因为失恋坐在路边喝酒，朋友怎么劝都不管用，直到姐姐出场一个大逼斗，弟弟的眼神瞬间清澈，屁颠屁颠的就跟着回家了。还有网友说，跟姐姐打游戏时，姐姐打辅助他就只能打射手，结果网友就回个家，他把兵线全吃了。网友憋了半天，愣是什么都不敢说，但凡换个人，他能给对方祖坟都扒出来骂一遍。